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央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彦。国内社区疫情风险相对稳定，请大家继续注意疫情的发展，也随时做好个人健康管理。一签收挂号甲包裹时，请一定爱会记哩。第一，请保持适当社交距离。签收前，请会记哩先挂好嘴暗。第二，签收前后，请会记洗手。另外，家己买当准备圆珠笔，也是囡仔来签收，减少接触的机会。隔离检疫期间，请唔通家己出面签收，嘛会使拜托亲戚朋友去代领。请大家做伙来建立防疫安全网络，迈向防疫新生活。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的。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应亮华尔街。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收看应亮华尔街。那今天的行情呢继续涨，对不对？各位有没有感觉了？还没有的赶快来找我好不好？这个行情我已经讲了，你杀害这些投资朋友不要气馁，懂我意思吗？后面我们只要确认这个行情是缓涨急跌的多头格局，后面你要参与啊，你这里跑这里砍 也不能算你错，懂我意思吗？至少你有风险意识很好。但你现在你发现到，哎，后面不对啊，这个行情又开始上来了，那你还是只是看而已吗？我跟各位讲，你会错过很多好的股票。你追，你看我节目你就知道了。当这个利空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跟各位讲了，这个叫做短空长多。你现在回顾一下我讲的这几个字，对还是错？那既然是短空长多，我说很多个股杀下来，它是机会啊，尤其是在高价类股，有没有？我已经跟各位讲了。上礼拜是大跌之后，我当天我又跟各位预告，接下来高价类股它会是一个转类点，不太一样了。过去这段期间高价类股都不会动，但是上礼拜呢暴跌之后，我说它机会来了，你一定要跟上。喜欢做高价股的跟紧我的脚步。我请问各位，有让大家失望吗？高价股里面最先冲出去的，当大盘在暴跌的时候还在冲的是哪一档股票？就是昌河嘛，对不对？这段期间有没有暴冲？大盘在崩它一样大涨，稳住了大家的信心，有没有？那它会涨，它会涨，那其他个股呢？我说也有机会。所以高价股里面，我昨天已经跟各位预告，台积电大联盟概念股很多都已经跌很深，多多注意啊。我跟你点名几档股票，3131、3374、3680，对还是错？有没有钱可以赚？跟上我的脚步就对了，好不好？你有看我节目的各位，你会发现这段行情呢，你可以很快的就可以掌握，很快的又可以恢复信心，对不对？我说我这边的这个观盘重点哦，我跟你讲真的啦。不是王老师在臭这个臭屁啊，真的有投资人哦，愿意花一年20万，他只要收这个东西就好了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但是值不值得？有的时候哦，我里面写一些讯息哦，中一档就好了，那可能获利就超过好几十万，对吧？所以我喜欢就是说，先把一些大方向先跟各位讲，你要先了解，搞懂了之后呢，你自然而然对于后面的操作你会比较有信心。
所以为什么我解盘喜欢先从大方向开始，先让各位了解目前盘市状况怎么样，因为唯有你看懂了，你才能够抓到主流个股嘛，没有错吧？昌河大盘在跌，有没有在涨？好，台积电大联盟，我昨天跟各位讲了三档股票，我把它名列出来。我们先看3680的嘉登，嘉登昨天或许你还觉得没有怎么样，对吧？哎，王老师，你扫 QR code 送给我嘉登，也还好嘛，对吧？涨22块而已，然后呢，昨天这样子你也拿出来讲，笑死人。今天的嘉登，我没有让各位失望吧？你觉得有没有扫得很及时？这边给大家涨上来，昨天没什么涨，我直接公开，今天再涨，我让你扫 QR code 的股票，各位你就放心吧。现在哦，全市场哦，很多人看我节目哦，就期待两个动作。王老师什么时候扫 QR code， 我来买一下，对吧？啊，王老师什么时候来试吃？我跟各位讲，我做这两个活动哦，电话一定是爆线，参与的人一定是爆多，参与的人越多，对我来讲是一种压力，也是一种助力。我坦白讲，压力在于说我要找到的是能够容纳这么多人的标的。注意在哪里？帮助在哪里？在说，当大家都愿意相信王老师的时候，那股票你觉得会不会飙？懂我意思吗？那我相信各位，我也没有让你失望哦。你第一天买进去的投资朋友，你到今天呢，全部都赚钱啊！各位，全部都赚钱，这是高价股。你自己注意看哦，高价股嘉登这边都不会涨了，所以这边做高价股，我讲你都很痛苦。那为什么暴跌过后我说机会来了？原因逻辑我都已经讲给各位听了，你信不信的问题而已。你相信王老师，我跟各位讲，经得起实验证明，相信王老师五号。我跟各位讲哦，我做节目我不会只做一天而已，行情也不会天天有大行情，对不对？涨涨跌跌，但是呢，我都是正面迎战。当行情一有波动的时候，急杀的时候，我讲了，我会去判断这个行情到底有没有问题，到底是不是结构性的改变。当我认定它不是结构性的改变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讲，机会就来了。暴跌我说就是要买。这段期间，我相信各位，你只要看我节目超过4天的投资朋友，4个交易的投资朋友，你完完全全可以印证，相信王老师就是有效，对不对？跟着我做就对了，各位投资朋友。嘉登今天有没有再度印证？昨天或许你还觉得很鸟，不怎么样，王老师不过如此而已。但我相信今天你在看我节目，你又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我给大家的股票经得起市场考验，对不对？台积电大联盟，我说机会来了，跌深的要注意，所以跟着我做就对了。台积电大联盟还有哪一档股票？来，各位你来看，我讲了昌河第二，有6、有5、有3、有8，其中一码的投资朋友来电，昨天也很多的投资朋友打了进来，参与了这次的互动。我相信今天我们这个互动是200%的成功，对不对？我讲了当红炸子鸡，我暗示还不够明白吗？我昨天节目前面讲了那么多的东西，跟你讲要注意台积电大联盟，今天这档股票有没有喷出去？有没有马上发动强攻涨停板？跟我买进的投资朋友，跟我买进的会员朋友全部赚钱。哪一档股票？各位你来看，是不是3131的宏硕当红炸子鸡？各位当红炸子鸡，
今天这档股票有没有亮灯涨停板？我昨天在节目上做了很多很多的暗示，有没有注意到？所以谁说看我节目看仔细一点不会赚钱？很多人都在想，哎，王老师今天设计了什么桥段，我来注意一下哦，搞不好明天这股票会大涨。你有这种想法就对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我节目？各位，我节目不是一成不变，四四板板，我花很多心思在做这个节目。有的时候呢，为了让各位觉得有趣哦，我会设计了很多很多的东西。你有没有觉得看我节目不太一样？不会觉得无聊，对吧？好看，好看，又有钱可以赚。所以为什么我的节目可以做到全公司所有老师最多？行情上上下下，不论行情好行情坏，我的节目数还是全公司最多。我经得起市场的考验，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这一波的行情，我说还没结束就是还没结束，全力来跟我做多就对了。为什么其他人只有一个节目或两个节目，但是我的节目可以做到全公司最多，甚至全市场？我跟各位讲，这样子数得出来，你们可以去打听一下。现在这个节目费超贵的，大部分的人，大部分老师都往网路去了，不用钱。但为什么我每个月神经病的，还花了几百万去买那么多节目费，而且还 cover 了过来？你去想其中的美美嘎嘎，全公司节目数就是我最多。我今天不是要跟各位臭屁什么，而是跟各位讲，我这样子的解盘方式，可不可以帮助到你？如果不行的话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选择看我的节目，愿意支持我，让我把节目数做到全公司最多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们自己回想一下，昨天这档股票有没有涨？谁会跟你讲这档股票？没有人。谁会跟你讲加登？没有人。谁会跟你讲精彩？精彩今天也涨啊，也没有人。但为什么我跟各位讲？因为我希望你能够赚钱嘛，有没有？我希望你能够赚钱嘛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我也直接暗示啊，这种大波段的股票，我喜欢用这种方式呈现，联合大家一起上攻，连加连加，低价股，所有人都可以参与，对不对？今天这档股票呢，你自己看一下，这个价格。它是创了历史新高，它创的是历史波段新高，它已经创下它挂牌以来的最高点。我请问大家，会不会有人赔钱？没有按照我方式做的就会赔钱。你按照我方式做，我已经讲明了，它是一档波段的大黑马，你需要一点时间嘛，你自己不要乱冲。单股飙王也是一样。有没有？我讲单股飙王，你压越多赚越多啊！大涨喷出，我说我还不想开。今天我们再创新高价，有没有？你看得很清楚。但这个已经过去了。我这几天一直在强调，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。你认为这根 K 棒很危险？你认为这根 K 棒已经结构性的改变？所以现在涨上来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因为你不相信他了。但是你这几天你相信我的投资朋友， 我相信各位你会认同这个行情，它就是多头格局里面的缓涨急跌的格局而已嘛，如此而已。所以股票我们还是要买，买下去有没有钱可以赚？还是有钱可以赚，所以你就要跟紧了。投资朋友，如果你还是觉得没有钱可以赚，你今天可以选择相信王老师，你再跟我互动一下，我让你马上有那种感觉，找回赚钱的感觉，交给我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昨天我讲了，有六、有五、有三、有八的宏硕，今天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当红炸子鸡。今天呢，各位好好把握住哦，我让你有感觉，你找不回那种感觉的，各位，你把身份证字号拿出来看一看，你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两个数字。只要今天你有这两个数字的投资朋友，你们就把电话拨通，跟昨天昌河一样哦。昨天是手机哦，
你没有的没有关系，你今天把身份证照拿出来对对看，里面有没有善，有没有义啊？为什么是三义？因为宏硕的代号就是3131嘛，对不对？我也多想弄多一点数字让各位可以对中啊，没办法，这档股票就两个阿拉伯数字一样而已，三跟一就一样啊，其他的呢没有嘛，所以也没办法，我今天只能够拿三跟一哦。你身份证号里面有三或一的投资朋友，今天你看到我的节目不要客气，你想想看，昨天你看到我的节目，如果你愿意拨一通电话进来，就因为你的手机号码有6有5有3有8其中一码而已，你打电话进来，各位你今天赚多少钱？你今天这张股票有没有钱可以赚？值不值得你拿起电话打一通电话进来？如果时光再倒流，你半夜都会想打电话，对不对？因为有钱可以赚啊。那我讲了，我没有那个能力把时光倒转到昨天的情况，让你再去拨这个电话，我没有时光机，但是我可以再去复制下一档股票，一样的模式，让你来，因为我知道资金往哪里走了，各位，我已经掌握到这一波资金的脉动了，你有没有发现到？昨天宏硕有没有大涨？根本没有大涨。但是为什么今天呢马上就涨停板，我还这样子暗示，前面开牌这个盘，这个节目一开始跟你暗示3131，这张字卡跟你讲当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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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掌握得到？不要问太多，你就是把电话拨通，我既然有办法去掌握到根本没有人注意到的宏硕今天亮灯涨停板，大家都在讲，我自然而然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门道，有这个管路，可以去得知接下来精兵中的精英这档股票，它一样会强攻大涨，它会让你赚到爆。不要跟我客气，各位，我没有办法去倒转时光，但是我可以去复制未来标的会大涨的股票。我这几天一直在讲，各位，过去就过去了，那几天你操作可能被吓到乱杀乱砍，我跟各位讲讨回来啊，或者是你没有杀出去，对不对？这几天有回来，有赚钱的，有回血的，资金又回来一点的，你想要赚更多的，我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胜局。今天我不扫 QR code， 我也没办法给你试吃，因为时间还没到，你这档你先赚，先赚起来好不好？先赚起来，精兵中的精英，各位不要跟我客气，只要有的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，我助理会跟你联络，你只要跟我们助理确认好你身份证里面真的有这三个数，你不要糊弄我，你不要糊弄我，没有说有，不要做这种事情好不好？我们按照规矩来，你只要有的投资朋友把电话拨通，不用两个都中哦，你只要有三或一的都可以，有没有三？有三打电话，有没有一？有一请你打电话。行情各位现在呢又开始活蹦乱跳了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住，你不要去担心说什么时候又突然跌下来啊，我跟各位讲，你要担心每天担心不完，担心台风会不会来，明天会不会没有交易，那也不是你可以担心的问题嘛。你就注意说接下来什么股票在下一个开盘日，在下一个交易日它会大涨喷出，你会赚钱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抓宏硕的有没有很开心？大家都很开心啊。3680加登也是一样啊，我没有跟各位讲过去很久很久以前的股票，我从当下机会出来转折点出来的时候，我开始重新的布局，跟各位讲说该做什么股票，你看印证个两三天就好了，你有没有印证到了？为什么我能够快速的反应过来，掌握到对的股票？我后面的团队很重要，你有我也恭喜大家，没有来加入我们的团队，我带各位一起来操作，跟着我来就对了，不要去担心说哦，这股票市场什么时候暴跌，我跟你讲 QE 没有紧缩就不会暴跌，现在有钱人的
想法是什么？或许现在有些股票涨太多，但最近呢看法变了，因为高价股很多都暴跌了，回得差不多了，所以他们又想买了。我相信这个观念我前两天已经跟各位讲过了。当下你会觉得我在胡扯，各位真的，那个超跑车距哦，那个朋友开一台车是8000多万的车子，哎，这些人多有钱啊。王老师虽然没有那么多有钱，但是我有这个人脉。不要想太多，现在有些人想法还想什么？他们只担心这个而已，只担心这个而已。其他的他觉得都还好，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，美股不可能会崩盘，所以尽量的做，用力的买，有行情就是买，就是做，积极一点，买的张数多一点，该重压就是要重压。因为不会天天有行情，我也坦白跟各位讲，有的时候行情就是会休息，好无聊，你会看到看盘看到睡着。但有行情的时候呢，你要尽量做，压多一点，对不对？可能一档股票就是怎么样5、60万、100、200万的获利，那不是很好吗？跟着来就对了。精兵中的精英，今天这档股票，我跟各位讲，什么叫做精兵中的精英？我要找强势里面接下来会最强的股票，我要送给大家。这个一喷出可能就是一大段，你会赚到爆。我要找这样子的标的给各位，请大家好好把握住这档标的股票。好的股票不会每天都有，我很少会用这种字眼来形容一档股票。什么叫做精兵中的精英？精兵强势股里面未来会最强的股票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身份之后有三有一的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就对了，这一档会更精彩。3131的宏硕，我跟各位讲，今天这个还不算什么，未来这档股票一定会比宏硕还要更强，相信我就对了。把电话拨通，有的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，没有的投资朋友不要气馁，你等我未来后面的节目刚好有符合你的条件的时候，你再把电话拨通。今天我讲了，我只开放给这样子符合这个条件的投资朋友，所以有的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哦，赶快打身份证号里面有三或者是有一的投资朋友，今天你只要来电，精兵中的精英，直接让你轻松赚到爆。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。振兴经济，大家一起来！全球抗疫的时代，我们帮您创造新的财富。振兴方案大放送，帮助您在股市中找到您的第一桶金。鼎业投顾超级专线02-5113366，5113366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，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收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一、下载手机 APP， 随时随处直播选播，走到哪里都能看。二、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的。
富裕人生，邀请您一同加入映亮华尔街。欢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，各位好好把握住哦。我说现阶段这个行情，八月底到九月中，资金一定会开始活络起来，尤其在中小型个股的部分，机会来了，各位。沉寂了那么久，现在是要大赚大咬的时机了，一定要积极哦，不要不积极，各位好好把握住哦。你看昌河有没有拉起来了，对吧？61块钱加差可不可以赚钱？好，你说昌河老师没跟到，加登可不可以？加登你回头看看，这段期间里面我请大家来扫 QR code， 这样股票有没有开心赚钱？昨天你觉得不怎么样哦，老师你长这个样子打开来笑死人哦，今天的部分呢有没有再喷出去了？好，我再请大家来6538一下，有中的把电话拨通，我给你什么？给你3131的宏硕。宏硕今天有没有亮灯涨停板？是不是亮灯涨停板？好，你终于相信了，各位，那就买这档股票吧。但是今天只有一个条件，看你符不符合。符合投资朋友我就送给你，不符合的抱歉，不用来电，好不好？精兵中的精英，身份证照里面有三或一的投资朋友，把电话拨通，这一档后面会更精彩，这个会比宏硕还要更强，会比加登还要更强，你把电话拨通就对了。这一档不用猜，只要符合资格的打电话进来，这一档后面会让你赚大钱的股票直接送给各位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